OK，我们的华为平板。OK，这是华为的 MediaPad。哇塞 ！OK，我们试着开机看看。华为 MediaPad，这是可以通话的平板，就是有够酷炫。现在平板哪有办法打电话？这可以装 SIM 卡这个平板电脑可以装 SIM 卡这是什么华为神奇的东东？哇塞！那一样，这个平板，那一样，这个平板的硬体啊，整个都没有什么大问题，只是它的 Android 版本太烂了。我们来看看它的 Android 版本到底是多少呢？4.2.2，这个 Android 版本是4.2.2，真的是超级古老，这根本没有办法装什么，是 Jelly Bean，哇，这个是。历史啊 好，那一样，我们就这个硬体还，好，那一样，这个硬体没有什么问题，我们就把它拿来当做一些什么 offline 的播音乐啊，还是干嘛的，看影片啊，干嘛的 的一个装置，或者是当行动电源也可以。我记得这个电池蛮大的。然后它又可以反向充电，虽然它是 micro USB，不知道可以。好了，那一样，我们这个硬体没有什么问题，只是因为软体太旧，我们就把它先放一边，不要先把它拆掉，我们就可以用一些 offline，像是音乐啊，或者是干嘛的，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神奇的。好了，那这个硬体没有什么问题，我们就不拆它，因为还可以用嘛。那我们就可以能把它拿来当什么播放音乐的东西呀、啊，就是蓝牙音响的东西呀、啊，或者是干嘛的，我们就再想办法，想看看要怎么如何使用这个神奇过劳的 Android 装置。那下一只这只手机，那下一只这个是 ASUS 的 Zenfone Duelix 3。Jesus。